由一群彰化在地青年所发起的挂山立艺术季，将于12日在彰化艺术高中大草皮盛大举行。艺术季以未来冒险王为主题，希望以创造力与想象力颠覆这片土地，打造未来的栖息地，成为未来的乐园。事实上，我觉得彰化是一个很有艺术能量的地方，但是其实艺术跟文化的精神都潜藏在各个角落。那我们运用一些田野调查跟不同的居民还有学员的参与，那挖掘彰化人的力量。那这一次呢，非常的用心，要邀请很多的年轻人共同来参与哦。从工作坊设置的装置艺术，然后包含了我们跟道火剧团的在银桥的一个演出，市集，还有很多的精彩的表演，欢迎我们的乡亲一起来共襄盛举。我真欢喜，这少年的朋友对艺术方面来推荐咱家己本土的。而且嘞，各种的文化，我感觉足欢喜。啊，伫台语的文分区嘛，希望安尼大家做伙结合，所以我呢欢喜将阮有的淡薄，我就来参加。挂山立艺术季是一个不同于大型烟火式的艺术祭典，结合当代艺术和社区营造的概念，希望将艺术和文化更深入民众的生活，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居民共创多元呈现，一起想象彰化的未来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